好，来，他记完，不会打的，准备，都没，小学期没，等来一下弟弟，没拿出来，你可以了，玩具最新。就要拿好了，出来了。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三除二十四，三除二十四，二十四除三嘛？二十四除以三，啊，二十四除三。等于你话识嘅你？系不？好甜的。三乘几多廿四啊？如果三乘七。等于啦，三七几多？三乘七，如果等于，如果三乘八，三乘八，三五百几多？三乘八嘅话，十六加八，应该会等于二十四，所以呢个正确答案系八。very good。好，凌晨19。凌晨九，凌晨九等于零呀。very good。二十六除以二。等于。等于。very good。九十九乘以四，九乘以四，终于终于 ，Yes baby， you won it or you know this not you know， turning lights， Yes baby， oh show me in the hand， oh you die， 你就这样。答案是乜嘢啊？九乘四，九乘四，等于三十六，唔系应该二十六，三十六。三十六，九四三十六，呢个咧，二十四除以四，二十四除以四，四除以二十四，四十四。Very good。十一乘以七。吓？等于七十七咯。三十八除以三。六。三攞十八 ，very good。八七十二除以八，
三。所以系四。三四十二 ，very good。廿除三。除法，爸爸系咪除法要靠乘法嘅调转法嚟？冇错，冇错，冇错。正在想啊，所以答案是七。嗯，三七二十一，呢个呢？廿一除七呢？俾一分。Very good。呢个呢？廿七除三呢？啊？心跌了哈答案是一有些全身都是二不啱一都是九九 OK 这个呢五乘以四二十十二乘以十十二乘以二，四十二十四，七乘以十，七十，十一乘以五，五十五，五乘以九，四十五，五乘以二。一个二乘以五等于十，四八除四，二，二十除四，四除二十，五，五，三十六除四，十四除三十六，吓，四乘以八，佢打下佢就会识嘅咧，打下佢啊，曳曳。四乘以八，四乘以八，四乘以八，四除四乘八等于四乘八，是二十四。如果四乘八，那是四加八。等等等等四加八等于十二，如果是六，再加上二十，那就是八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都系咁下先，谂下先。你确定唔系八？怎么才可以等于三十六呀？三四除以四乘八，四十八加八等于十六，十六再加八，十六加八等于二十四，二十四再加八，四加八。好像是三十四呀，所以应该还
难道系攞唔啱？啊，我谂唔到啦。四乘以十等于几多啊？四乘以十等于四十咯。四十减一，跟住减四等于几多？等于三十六。O K， 咁十减一等于几多？十减一等于九，只系乘于九。嗯，O K， 可以嘅。